放在这上面充分。41.05公斤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我应该今天要完成的任务是5公斤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泄露5公斤，不是泄露5斤，泄露5斤，对吧？啊！走。先放在这里，对了吧？哇，好重啊，他们。好重啊！哇。我们等会马上收线，帽子没给你啊？没有。对对对，是。老师，您的帽子为什么更长一些呢？我这里35年了，做的。好。哦。嗨。哦。快点，抓起来！好，不能用嘴，用手呀！看，哥们，你教他喝都没用。你别走，你别走。前面一个，棒棒棒棒！看这个好快的。来，把这个盖子放在这里。